潜水永恒的魅力，海底的美总能让我魂牵梦绕。幸运的是，我们都生活在最好的年代，现代科技可以定格那些美，也让水下的记录越来越简单。当海力士找到我，问我是否愿意用海力士来拍摄，我说 why not。 于是海力士为我的索尼 A7 定制了精美的潜水壳，我最常使用的是2870的变焦镜头，这让我可以兼顾广角和长焦的拍摄。海力士的按键触感清晰准确，波轮的阻尼感均匀顺滑，让我轻松驾驭，得心应手。按键的位置也很合理，刚好适合我复杂的操控。无论是拍照还是迅速切换到视频，无论是水下拍摄还是半水和水面，都能给我非凡的体验。外镀膜镜面保证水滴不会附着，这对我水面的对焦有极大的帮助。坚固的机身让我无惧任何严苛环境和水压的变化，从而可以无忧无虑地全身心投入到作品的创作。我用过很多品牌的水摄器材，但海力士无疑是最让我放心的设备。欢迎你和我一起加入海力士家族。